我们现在已经在里边了，林杰同志呢？在里边呢，带我去找他。 同志们，调查组由我任组长，肖峰同志担任副组长，主导调查工作。从今天开始，调查300万一平二调款的问题，都没有意见吧？林杰同志，我个人相信你是清白的，我相信你不是把公家的钱放到自己口袋的人，但是挪用国家专项资金。 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，如果情况属实，必须做出严肃处理。这段时间，肖副组长、钱秘书长带调查组进驻临县，要把所有的问题都查清楚。童文同志，银行的负责人是谁？赵长顺同志。这件事情跟赵长顺同志没有任何关系。 当初是我命令他调用这笔资金，用于红旗渠工程的。林杰同志，你勇于承担错误，这是对的。所有的问题，调查组都会一一调查。在问题没有查清楚之前，省委纪委决定，林杰同志暂时停止县委书记的工作，由李明阳同志接任。李副书记，在问题没有查清楚之前就停到林书记的工作，我认为这不合适。 我也不同意，我也不同意。如果非要停止，就听我的，反正第一次。上级的决定你们都不服从了吗？你们两个坐下，坐下。童文同志，你对林县的情况比较熟悉，你配合调查组的工作，把所有的问题都查清楚。组织上。 不会冤枉一个好同志，但也不会放过一个犯了错误的同志。是谁的责任，就要由谁来承担。钱秘书长，曲科长，坐吧。 林书记，老童以前老觉得他在县委受孤立，这次抓住这笔钱的事情，调查组从下往上倒着查。林书记，擅自挪用国家的专项资金确实是不对，可是咱没有乱花一分钱呐。这笔钱呀，是我一手经办的，跟你没关系，这责任我来负啊。呀，老林，这没关系，不用担心。 你们想想，这笔钱本身就是国家的一平二调退赔款，咱们呢用于红旗渠了，那就是用之于民。我相信，这组织上会理解咱们的，啊？肖组长，啊，童工同志，再和你汇报一下工作情况。 哦，你说。现在工作逐渐清楚了，钱秘书长了解情况，你在这里调查赵长顺，我没什么事了，想请两天假。请假？你要去干嘛？是这样的，百日修整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，我怀疑他们在狼牙山隧洞的工程根本就没有结束，我想在上山检查一下，争取打他个措手不及。好吧。 我跟于副书记负责调查，你就按照你的计划去查吧。好。看来这童工同志不给林杰安排个罪名，他是不死心的。徐亮同志，作为银行信贷科长，你知道这笔钱是上级下拨的专项资金吗？我知道，专款专用。上级这个规定，你不清楚吗？ 我清楚。那当时提出这笔钱的时候，你们赵长顺行长是怎么跟你说的呀？赵行长他跟我说，让我把这笔钱另立一个户头。
徐亮同志，常顺同志让你挪出这笔钱的时候，有没有提到过宁书记啊？没有，当时赵行长没有提林书记。徐科长，你说的是实情吗？我说的都是实情，当时赵行长确实没有提林书记。测量距离打通这段隧道的距离应该还剩3米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我建议留下20个工人，其他的工人可以下山过年了。行，徐旺去组织一下，后天大年30咱一定能打通，到时候一块下山过年。好，好。哎，那秀凤，你们铁姑娘队也可以下去了。谁旺？水生哥，俺不走，俺要亲眼看着隧道打通了。水旺，石莲，你也可以收拾收拾下山过年了，技术股留我一个就可以了。乔大姐，还是俺留下吧，你回去过年，你得回家看看孩子。乔大姐，俺和水莲保准能配合好，放心吧。啊，那行，我先下山，但是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啊。嗯，千万千万要小心。乔大姐，咱们下个空期见。好，好。石旺，你看俺这个。知道知道，那你也回去吧，反正你在这儿也不好好干活。下去吧。嘿，花友。天天数你叫的欢，要下山看看，下山看看，咋了？走不动了？这回下山了，腿也迈不动了。一起干活这么长时间，你说咱就这么走了，俺还真的有点舍不得了。哎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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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俺有点不舒服，俺得去方便一下。你们赶紧走吧。哎呀，赶走赶走啊！没事的，哎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方便一下就好了。哎。真下山过年去了。晃悠，他童书记，你身上背的什么呀？这是俺平时省下的口粮。装什么蒜？说实话。俺就知道，啥也瞒不过你童副书记的火眼金睛。这是小事儿，平时在工地的后厨偷的粮食，让俺给他娘带回去。偷的？啊。那这是犯罪啊，你算是共犯啊，这要带回县委严肃处理。哼，这有这么严重吗？俺错了，俺知道错了，俺一定没有下回了。您就放俺一回吧，您今天就当没见过俺行吗？你要是放俺一马，您以后说啥俺都听您的，俺把这粮食给您了行吗？什么意思啊？不仅吓唬国家干部，还敢贿赂我，罪加一等啊！不是，不是，俺不是那意思。您是要找青年突击队他们吧？俺愿意带你去找他们。
想将功赎罪。你怎么知道？哎，我们青年突击队的人都知道，突击队给他设了岗哨，就是防着你们这检查组的人，你们一来他们就摇旗。不过今天啊，水生和荷花他们都知道快过年了，你们肯定不会来的，所以都回山洞去了。我说怎么一直找不着人呢？这一直防着我呢。您把我当成什么了？伪军还是鬼子？俺现在赶紧带我去找人。好，行。走走走，快。岩石结构过于坚硬，到时候你一定爆破的时候要小心点。这个俺知道，可万姐已经跟俺说了好几回了。水生叔，红兰，红兰，你咋进来了？水生叔，这洞都快凿通了，怎么还轮不到我抡大锤啊？你这小伙不放哨了？嗨。过年了，他们不会来了。行，你留下吧。好吧，来，俺跟你抡大锤。好，水莲，一会儿记得提醒俺东线的位置。放心吧。大家再准备一下，待会儿再爆破一次。好。注意这儿别打手。哦，姐。佟副书记，别进去了。佟书记，我忙着了。佟书记。真有你们的啊，跟我玩捉迷藏玩了两个月，我看你们现在往哪躲。佟副书记，这是咱佟副书记。佟副书记咋了？这是上蹿下跳的，这洞里俺们不能来啊。哼，你当我傻吗？这些工具干什么用的？你们是上来玩的吗？百日休整期间还敢上山干活，拿国家的话当耳旁风的，说，谁让你们干的？俺们都是自发自愿上来的，准备开春之后再干，也没啥人在背后指使俺们呀。再说了，俺们这在这干活，那也是正大光明的建设社会主义呢。少在这强词夺理，违反政策就是违反政策。你们不说我也知道，是林杰指使你们干的吧？现在，全都给我下山去，主动到县委交代问题。俺不去。俺也不去。俺也不去。我告诉你们，林杰马上就要倒台了，你们这工程是干不下去了。佟副书记，你到底要干啥？这怎么干啥？我抓违反政策的先行。黄英，把人给我带走。你看，大家都先出去。走，师傅。给俺点炮，把这丧门星给炸跑了！你疯了！走走走，快走快走！爹，走走走走，快点快点！是是，慢点，哥。快快！胆子够大的你，当着我的面还敢施工，跟我到县委去。俺就不去，你能咋？我看你去不去。哎，站住！你干嘛？走开！就不去。佟副书记，别动！有话好好说。走，跟裴爷出险去。俺们就接着干，看你能咋地。去，走，你都去。你个叛徒，滚！还惹不了你。